今天没洗头，所以戴帽子。昨天晚上没洗头，所以戴帽子。好意欢迎声音性感4SHINE， 欢迎死蟑螂，晚上好。今天想要小小声的说话。可以吗？人品君欢迎 ，ANT 欢迎，早安笔记，小笔记 ，Hello， 玲玲保护队，谢谢你的玫瑰，赖赖欢迎，西恩欢迎。我今天真的是，哎，我要干嘛？放歌？放什么歌？刻在心底的名字。轩轩欢迎，七楼欢迎。李子婷有唱。Hello， 今天什么的直播就是我跟阿丽之间的秘密。怎么啦？聊心事吗？没有啊，今天就是比较小声一点。R E K K U A 欢迎，蓝品君欢迎。齐青欢迎，晚安，各位晚安。越想努力跟上你的意，越无法出。坤坤欢迎，嗨欢迎，哎呦喂呀欢迎。谢谢保护队，杨奶欢迎，孙英欢迎，傻小子欢迎，卡丘欢迎，汉欢迎，我的青春好可怕欢迎，本来已经够小声了。谁啊？阿哲晚上好。好了，我会尽量大声一点。妹妹欢迎，思源欢迎，晚安，各位晚安。突然大家进来，谢谢新资冠。阿丽的声音真的很好听，谢谢你。阿卢晚上好，天天晚上好。刚刚谢谢你的新资冠，小白兔欢迎，季风亮欢迎，愚者欢迎，刘纯欢迎，飞宝欢迎，杨奶晚安，季风亮欢迎，思源谢谢你的天蝎宝宝，坤坤安安，焦糖咖啡欢迎，好好听哦，谢谢分享，卡拉欢迎，阿丽的声音不是沙哑是性感，真的吗？切尔东欢迎。自祥欢迎，我最近在练这首歌。Kevin 欢迎，丹敏同学欢迎，谢谢四叶草，小薰欢迎，林佳妮男朋友欢迎，阿鲁阿鲁阿鲁欢迎，郑文贤欢迎，小猪耳朵欢迎，晚安坤坤，谢谢你的千仙宝宝。阿丽台真的适合当广播听，真的吗？飓风葡萄欢迎，坤坤谢谢你天仙宝宝，切尔东欢迎，九蛋晚上好，叶姿新轩欢迎。谢谢天蝎宝宝，柳晨长春雪欢迎，谢谢天蝎宝宝，柳晨卡拉晚上好，谢谢浪，好可怕，听起来很难唱，我还再听一次。我来唱一次。寻找你，茫茫人海，却又想起你。好不容易离开十年的轨迹，回忆将我联系，到过去。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既然决定爱你，只求一辈子。好难哦，真的很难。灯火欢迎，心有事想分享，保护天使与心之怪，好 Jamie 欢迎，阿鲁晚上，谢谢你的浪。我会一直听这首歌。阿丽看起来很累的样子，我今天。在搭捷运的时候坐过站，我明明上一站就是知道说，哎，
我快到了，下一站就要到了，不要再睡了。这样，结果就这样睡，睡到底。然后马上起来的时候就赶快，发生什么事吗？刚刚，结果我就，阿罗谢谢分享，我真的是很笨，乱世无知。欢迎玉凤爸爸，欢迎米酒，欢迎车车，欢迎 WMPQ， 欢迎晚上好，柳晨谢谢你的四叶草，切尔东谢谢你的 love， 杰西欢迎 ，ZUDGE 欢迎，谢谢人生的浪。威鲁欢迎佩轩 ，AND 怎么？ANDREW 欢迎傅伟，欢迎谭奎瑞，欢迎原来也是歌姬，不是歌姬。柳晨谢谢你的掌声鼓励，吴太一谢谢，欢迎晚上好，柳晨谢谢你的掌声鼓励。Dicky 吗？欢迎浩浩 Jimmy， 欢迎陈宇，欢迎捷运的错是我的错，我自己忘就没有，整个人忘记，很好笑。陈宇欢迎，感觉你很常做过赞。很少，其实就很少。米哥欢迎，平云欢迎，一个月可能一两次而已。透露角欢迎，小易欢迎，乐一下欢迎，晚上好啊，傅伟。怪角欢迎，太一谢谢你的浪。洛丽笑，洛丽笑好帅。等一下留言怎么跑那么快？投入奖安安，小易欢迎，看一下我没念到谁。贵仔晚上好，向山欢迎，飞宝晚上好，志祥晚上好，陈鱼谢谢你的浪，谢谢分享。太易塔瓦哥欢迎，通某欢迎，陈鱼谢谢你的浪，车公车迷欢迎，威鲁谢谢你的浪，塔瓦哥 hello， 洛林笑谢谢天蝎宝宝。公车迷晚安 ，WLI 欢迎轩轩，谢谢你的 kiss 啾啾。卢卡晚上好，卢卡，轩轩谢谢你的 kiss 啾啾。卢卡吃饭了吗？应该吃了吧。您乖挂一个牌子，加入人叫醒你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坐过站也好，让我多休息一点哈。睡到底，然后上车继续睡到底，就这样过了一天。Oh my god， 天哪，没办法，累坏了你。你昨晚睡几个小时？四个小时。傅伟谢谢你的我来签到， Google 欢迎 Ben 欢迎，但是我刚回来的时候睡一下，所以有一点累。卡拉欢迎，有一点就是刚醒的声音。龙龙欢迎，谢谢冷李东欢迎，戴戴欢迎。艾莉为什么看起来很累但又这么美，谢谢保护。对 Ben 欢迎，今天到十点而已，还好昨天有精神多播，今天可以早点关了。对啊，我今天中秋节烤肉有啊，佩轩，两个路不谢谢分享，喜力欢迎，不会辛苦，今天过得好，今天过，你是不是想睡觉？没有，我刚醒。焦糖咖啡欢迎，阿平欢迎，我就是不理解，不理解什么？天哪，明天要上课了，加油，再坐回来就好，没错，今天到十点了。昨天烤了吃好吧，有吃很多吗？佩轩宝宝保护队谢谢你分享，一凯欢迎，尼哥欢迎，思涵欢迎，夜色之光欢迎。睡四个小时太早了，要多睡一点。好，今天会多睡一点。阿黄欢迎，请多指教欢迎，家人咖啡欢迎，累到发言就会语无伦次，没错。家人咖啡晚上好，中勋欢迎，只睡四个小时辛苦了，不会辛苦。阿布拉欢迎，四个小时算多了，没错。杨雄欢迎，有喜欢烤肉，我也好想烤肉哦。谢谢 Party Time， 傅伟谢谢你的 Party 啊，开 Party。TP 说新说唱，我吗？卤蛇欢迎，就欢迎，永三欢迎，哎呦呀，谢谢你的 Love。突然很多留言，说阿丽这个语速佩服佩服，我觉得我看字看蛮快的。啊，刚刚姐姐跳过我的留言，玉凤宝宝是什么啊？这可欢迎，我连吃了四天烤肉，天哪，好恐怖 ！Party 开起来，夜意吗？那什么字？晨晨晚上好，奶冻卷欢迎，待会记得下播秒睡，我还要洗头，我还要卸妆。
感觉很舒服的催眠你。我先吃个巧克力派。啊、哦，不要，我要先，我想唱这首歌给你们听。好，你们先认真听我唱歌，我想听这唱这首歌给你们听。大雄晚上好，哎呦呀，干嘛笑？现在看到烤肉就想吐，真的，烤四天就会想吐。哎，还没，飞宝谢谢你的一元棒，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很好听，来唱给你们听。Only，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，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，越无法抽离热意，真只有我自己，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，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成一辈子，怎能够跟世界对视，却连呼吸都是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尘封的位置，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住在霓虹的城市，火车飞向天堂的地址，你可以翱翔，我只能停止。好好听耶，我连上四班的班也太辛苦了吧。傅伟，飞宝谢谢你的应援棒。阿丽看着我的项链，一只羊两只羊，哦我要睡觉了。天银柳欢迎，谢谢西恩，谢谢欢迎萱萱，好听谢谢。兔肉酱欢迎，小丁欢迎 ，Hello 宝宝梅子 ，VAG 欢迎，一晨谢谢你的天选宝宝 ，Sale 谢谢应援棒 ，Happy Love 欢迎。到过去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，希望让这世界静止，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，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尘封的位置，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辈子？我住在想你的城市，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，你继续翱翔，还有我为你坚持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，喜欢让这世界静止，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，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，真的是好喜欢这首歌。谢谢朱里恩的应援棒，毛良晚上好，朱里恩欢迎，谢谢心之冠神推鬼之歌欢迎，千耳朵欢迎，好听，希望之后有机会听到完整版。
真的好好听哦，我要听许丽杰。我要听魏如萱唱晚安，谢谢朱莉安的真情告白。如果这世界上有天使，声音一定就像阿里这么的，讲这么好听的话，刻在心底的阿里，对，送给你们。曾经有欢迎千银柳，欢迎萱萱，欢迎兔肉奖，谢谢分享。史丹王欢迎，许丽姐上次有来我们宜兰跨年游。黄云欢迎，老皮欢迎，朱莉安谢谢你的心字怪，詹米丽欢迎，君汉欢迎，谢谢真情歌。阿丽跟卢卡唱歌都很难受，卢卡唱歌也很好听，谢谢佩璇心字怪，谢谢 CEO 的心字怪，掌声鼓励。卡拉欢迎，谢谢本人生态的浪。真的好听，等等别睡啊。卡拉欢迎，文生欢迎，学姐上次有来唱我们的宜兰跨年，真的那很厉害，一定很好听。我还要找刻在心里的名字的吉他伴奏。没有女生的吗？就是男生，女生伴奏。Oh, I belie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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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lieve，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。想要一天25小时都听着阿丽的声音，可以吗？阿丽会不会喜欢听老歌？会啊，有时候还是会听。十一欢迎，清湖欢迎。刚刚是许月姐唱的歌，不是，是那个魏如莹。红黑欢迎。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，越想努力赶上光。一戴帽子就好帅，真的吗？谢谢保护的 CEO， 谢谢花之清脆。本玩情歌还是老的好，我都喜欢。据点欢迎，我情歌也喜欢老的。小熊软糖欢迎，伟杰欢迎。嗯嗯嗯，阿力会不会？不对，等一下哦。自强欢迎，辛苦了，不辛苦。想要听着阿丽的声音睡觉，好，那等一下你们就听我的声音睡觉吧。孟庭苇唱抒情的比较多 ，OK， 孟庭苇就是。哎，他的副歌到底怎么唱？等一下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进，他的那个怎么进。豆粒王欢迎，贤仔欢迎，愚人选吧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曾顽固跟是对峙，连连我不知道怎么唱，没有伴，没有人原声，我就没办法唱。Miko 欢迎，现在阿妞，阿妞擦亮嘿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我听不腻哎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听。Hello 龙龙，冬泳欢迎。我要去倒牛奶，你们先等我一下。我喝牛奶。
回来了，烟火欢迎，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欢迎，豆力王谢谢分享，谢谢为我分享，雨萍欢迎，晚上好，光远欢迎。要不是阿丽喜欢听慢歌，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听，真的假的？阿丽有在吃正餐吗？有啊，这是我的饭后点心。不过我感觉能听到阿丽的声音是，已经是上辈子什么？上辈子累积的福，不敢奢侈太多。哇，谢谢你保护的豆力王，谢谢你的玫瑰毛粮，欢迎。我们来放点别的歌好了，一直放一样的歌，其实也是没有。继续选羊欢迎，毛粮欢迎。可是我觉得我的声音都是只能唱那种慢歌，如果是唱那种快歌的话，就是假如说我每次在我们唱我们 AKB 的歌都会很奇怪。哎，我突然想看那个 BNK， 就是 BNK48 跳有一首歌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首歌，但我不知道歌名叫什么，我看一下，就是那个卡拉欢迎，柳橙欢迎，玄阳欢迎，就他们 center 跳得很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看看不看到，好像点赞率很多，你看。所以我喜欢你以后真的改变了很多，真的哦。是这一首歌吗？是这首歌，我很喜欢这首歌啊，最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，珍宝欢迎，这首歌我超喜欢听，这首歌好听的奇怪吗？一天若是工作20小时，你会吃几餐？一餐吧。浪客谢谢分享。这首歌好好听哦，这什么歌啊 ？High tension tension。High tension， 这首歌很好听哎！谢谢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，谢谢你的 kiss 猪猪要 cover 吗？这首的舞很可爱，真的熊熊欢迎 high 对 tension，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我最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超好听的，女佣欢迎，豆力王欢迎 ，Kate 欢迎 ，Kate 欢迎，不会，我觉得不管唱慢歌快歌都很好听，谢谢宝贝。T48里面也有跳这首哎。但我喜欢这个 center 跳的，我觉得他们有几个跳的很好，所以我就，可是我还没看过 PT48。真的吗？你应该要多跳，要跳给我看。夸张一枪，练舞会没体力了。我会吃水果啊，就是可能随身携带水果。豆力王谢谢分享，很特别的一首。现在就一直这样，还有这样，他前面还有这样抖奶，很厉害的歌，我要隐退了，快点跳给我看 ，sale。水果可以啊，一层哎呦不错，卡拉欢迎。念 rap， 累坏我不会不放过你，我没有累坏。
我又不是前辈，他们真的很厉害，工作的好多。我工作很少，好不好？我就只有练习而已。可是他们工作还有练习，你看他们多累。我这个其实不累，好不好 ？CHIH 欢迎，一晨是前的天线宝宝。我要看别的歌。我觉得他们的歌都好好听哦。你说的答应我要好好休息和吃东西，好，叫你兄弟让点工作给你，没关系。觉想他本来就是该这么多工作。884欢迎，非常阿力辛苦，我不辛苦，其实真的，我兄弟还比较辛苦。呱呱欢迎，我只是自己休息不下来，我每次只要我休息哦，我就会想动，我会去练舞教室，舞蹈教室练舞吧，或什么，是我自己。不爱休息，你后天就放假了吗？都不会接话，什么意思？呱呱晚上好，你要多多去看我兄弟的放下偶包，他真的超好笑的。他想起被雨晴前辈压头，笑死！跳那游泳之前，我真的笑死。我中秋节留守，后天放假，放五天。嗯，苹果，后天可以放假。你这几天已经很累，对不对？没睡，保记忆力变很差，会变很差，真的。我昨天背的，早上起床都忘光光了，然后早上赶紧背，还好我起得早。要处理一下这个粉，刚刚被我弄掉。前辈的出道歌不练被压头，活该，很好笑，这很好笑。豆力王之前的玫瑰 ，Top 大叔欢迎你去看他之前拍的 YouTube 发烤肉那个，哪一个？我小时候说不要不睡觉背东西，早上起床背比较顺利，就不听。可是还是要背啊，背一点是一点嘛。那你为何不多睡？奇怪了，还是有记起来一些东西啊。泡芙大叔谢谢分享。所以我在营区内边站哨边看直播，可以这样子哦。阿翔欢迎，钓竿妹欢迎，谢谢四叶草蟑螂。今天凌晨站4点到6点的，明天早上站6点到8点的，都是鸡皮笑。鸡皮笑是什么？阿力记不起来吧？阿力记，好吧。保护的就是这么贴心，当然不行。莎莎欢迎，抱歉打错，是边站哨边看烟火哦。边，我想说边看直播是可以的吗？我记2/3，阿力剩下的就可以了。好啦，
听一下 No Nasha。加速的梦幻烟火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看烟火？超喜欢看烟火。升级为白银，恭喜你，差点出包。我喝牛奶，对。Dream Milk， 主播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是我的饭后甜点，巧克力派跟牛奶。水果价值 Jeff， 欢迎。你这样是在虐待身体，身体会抗议。我没有啊，我刚好吃晚餐。你喜欢喝牛奶吗？我也是很喜欢喝。黑宝欢迎，我超喜欢喝牛奶的。我早上起床会自己先打香蕉牛奶来喝，然后我可能中午嘛吃完饭我也会想喝牛奶，晚餐也会喝牛奶。我女神有点感冒了，原子族吗？国树欢迎。我等一下就睡啦，再半小时我就洗澡睡着。为什么不敢喝牛奶？一层柠檬欢迎卢卡小感冒，怎么了卢卡？怎么了安娜姐姐？好久不见的安娜。安娜姐姐最近还好吗？柠檬谢谢你的天蝎宝宝。Thank you。我之前一天喝一公升的牛奶，体重冲超快，真的哦，喝很多牛奶，会体重会冲很快。那我喝很多牛奶耶，一天当中，我觉得我算喝蛮多的。然后很多人放假，我这间寝室只有两个人，就你跟另外一个人。本丸，可爱的本丸，谢谢本丸送我66个，一进来就送我浪。天哪，那么多个浪，你是怎么样？刚吃巧克力，不知道牙齿上有没有巧克力。早安安丽丽，早安安本丸。本丸在干嘛呀？蛋饼同学欢迎，肉圆小猪猪欢迎。安娜欢迎，我四单地上手可以听到阿里。这玩笑开得好大，玩笑开得好大，睡饱身心灵才会健康，知道吗？知道，谢谢你，别用这么凶吧。你的男朋友干嘛凶我？你不是你的男朋友，谢谢。我是你的宝贝，谢谢十蟑螂的心之光冠。谢谢心之光。秦欢迎，这顶帽子是上个月早上戴的那顶吗？不是，早上戴的是那个洋基队，这个是没有。对了，本来那个什么二周年会来吗？明金 ，Hello， 晚上好，谢谢新冠。打嗝，好没品，丽丽没品的打嗝。Hello， 那个叫什么？请多指教，我会看完场的哦，可以见到本丸了。本丸，哎，你们位置都确定都知道了吗？上次本丸很快就被我看见，很可爱。打个任务完成，打勾。公车迷晚上好，陈晚上好，陈。猜拳大会那个胸章很好看。猜拳大会那个胸章，什么胸章？还没哦，位置还没。安立晨，你今天给老师验收的顺利吗？咦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是验收？今天就是疲累的，
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情，但是就是我自己就是昨天可能没睡好，然后早上起床有点昏昏的，然后那个歌词有些地方有点忘记，但是还可以啊，就是舞蹈可以让我记起来，只要大概知道舞蹈有些动作什么的，它就可能有呼应到歌词，然后我就会记得。有啊，你昨天讲啊，本丸都有记得我讲的话，平安过关就好，萱萱欢迎。其实今天也不算是验收了，反正就是一个公司太晚加场，还在整理资料吧。OK， 对啦，公司就是最近才很忙，而且我们对啊，嗯，公司也是很忙。好期待纸飞机，我都期待，我期待见到你们比较多。KNUI 欢迎，七夕阳欢迎 ，CHH 欢迎，小猪耳朵欢迎，萱萱欢迎。豆粒王晚上好，对阿丽的舞有信心，皮肤顾好比较重要。谢谢西恩，我觉得我最近有点老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吗？每次只要是我想一下啊，零一前辈或者是布丁前辈在我的前面，我真的是，他们只要双塔站在我前面。你知道他们跳的是一个比一个高的，头发比一个一个比一个飘的，然后就是没办法。如果因为其实我不是说对自己的舞蹈特别有要求，但是我喜欢那个整齐度，我喜欢那个团结的那个整齐度。所以当你看到前面两个人他跳得很大力，很因为布丁跟零一前辈都是，零一前辈是跳得很干净，他动作跳得很干净也很大力，布丁前辈也是跳得也是干净跟大力，然后你只要在他的后面 OK 你就完了，你就是一定要跳得跟他们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布丁在我前面，我只要看他的头发在飘，我就是要加把劲跳起来。你们注意看，你们看我二周年的表演，你只要看到我在布丁后面，我就会很尽情的跳，我没有在布丁后面，我就会放弃人生。林一天生偶像那个例外，不需用韩国的标准来框死自己的。但其实我自己是喜欢看一个完美的表演，或者是一个完整的表演。其实我看人家，我喜欢看人家舞蹈是整齐的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希望自己。好了，你享受在那个过程当中，认真模式和休息模式吗？对，好了，但是其实我不管站在别的位置还是什么，我都还是会认真啊，只是在布丁跟李毅的后面是有压力的，所以你们二周年的时候期待一下，你们只要看到我在布丁后面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其实在心里预备自己哦，要赶快跳，要赶快跳。对，本丸你也知道布丁跳得很用力，对，然后李毅就看他的脸就够了，脸太可爱了。秀一欢迎，下礼拜加油，一定会好好加油的。因为其实我最近很开心可以学很多歌，从 reset 开始，就是从 mini con 到 reset 公演。林一的舞蹈动作是真的很厉害，真的，他的脸部表情也是管理得很好。好期待两周年，对啊，我才刚进来半周年就可以表演两周年的歌，太厉害了。我觉得上帝还是会给我很多机会的，给每一个人机会。好期待两周年，真的，我也很期待，我真的很想赶快两周年，而且你们大家都可以来看，因为布丁前辈不错吧，看好莉莉也会变成跟布丁林一一样厉害的，就是要跟大前辈们学习。我觉得每个前辈都有各个的优点，就像我最近很认真在看每个人，就是跟大家相处，其实舞蹈动作有跟上就好，对啊，不要忘记就好了。Hello， 林一把99%的电力都用在练舞，练习要一直跟他保持一样的力度很难，真的。明天直飞机要飞行了，明天正常日，今天会有很多学长收假，辛苦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放假了。884。看你们一次一次进步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。其实杨林真的舞蹈很利落，他也花很多时间练习，看看他的小腿肌，真的，他真的很努力练习，二期也进来快一年了，
好像是挺快的。YH 欢迎，丽丽最近眼睛还行吗？还行，谢谢本文。我最近眼妆化很少，我最近尽量不化眼妆，我都是在舞台表演的时候才化，而且我是表演完我就马上卸妆的，我就会随身携带卸妆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睛可能这样，所以我最近都没在脏，所以我觉得我有好好保护，所以不要担心。我觉得你一直在进步啊，直播也没有我刚看你那么害羞。真的吗？谢谢史蟑螂。也是啊，你从第一就是跟到后面，你们都是，谢谢你们。等之后练比较性感的歌就是你的主场了。嗯，性感的先别啊。我要说，就是我对每个人的印象，就是不是印象，就是其实最近看着前辈们很认真，我最近都会很认真看平涵前辈跳舞。我发现他好认真，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我觉得在他的身上，我看到一个很毅力、很坚强的女孩。比 Wolf 跳的比你跟祖祖好，就易云了。真的，易云很会跳舞。小鲁特欢迎，晚上好。而我单杠有进步了，从一下拉不上去到现在可以拉身上。哦，哇哦，哎，拉单杠真的很难哎，我可能一下都没办法，我可能支撑都有问题了。所以我觉得我看品涵前辈，我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拼了命的人，我觉得他在他身上真的是一个毅力坚强的人。我每次我其实觉得他真的是很棒。那个什么品涵前辈侧烟要拉八下，那你还有八下，要加油，请欢迎。然后雨晴前辈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女好很好的大姐姐，她都很愿意帮助每一个人。我觉得她的善良是就是这个团最需要的那种，就是每个人都很善良，但是她就是特别会 take care of 别人。你只是经验还不够，你可以的。我当然就是要多学习前辈们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不难啊，你只要心态什么都是正常的，其实你只要愿意去做你愿意然后你喜欢的事去一次一次做，你当然都会可以。妈妈行，很会照顾人，真的有妈妈属性。对，然后就是很多啊，各有各。然后我真的蛮喜欢易云跳舞，我觉得易云跳舞真的是他那个眼神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真的是太美。然后麻油就是跳舞的底，他的那个底很好，他跳什么都很蛮好看的。可是我其实比较偏爱那种，我喜欢动作很干净的，我会一直看看到最后。真的谢谢池蟑螂。所以呢，哦，对啊，我觉得作为一个，也不是说自己是偶像什么，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偶像或艺人，但我觉得不管是做什么角色，我都是觉得。像我觉得演员也很需要观察，他就是需要想象嘛，很多啊角色都是很需要去观察，要把各家的优点都偷学一下，也不是偷学，就是好了是偷学。但我觉得就是你的本意是善良的，然后你只要肯努力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都会很棒。不管是管他是站在什么大舞台还是小舞台，然后就算你以后成为了一个平凡人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学到了真的是这些东西都学起来，然后以后运用在自己的家庭上，在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职场上，我都觉得你的人生就已经很成功了。这样子，冷龙欢迎，风风欢迎，所以不一定用在一个大舞台，动作很干净。Staff Golf 的舞你们比较难练， AKB 是有活力，对啊，可是这是我自己是喜欢看动作很干净。那我很喜欢林雨昕前辈是因为他动作很干净，然后他有他的那个活泼的样子，然后他又很可爱，我的说话技巧也不是不知不觉练出来的。对啊，真的是要去观察每一个人，去学习好的，去吸收一些就是那一些值得我们吸收的东西。
你们没报金曲奖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会报吧，因为金曲奖通常不是都是只有是发行的歌，就是金曲奖是要新的歌，不是吗？完全新的歌，可是我们是已经是发行过了，都是日本发行过的歌曲，不是吗？是吧？我那天去宜兰拍头目，我发现头目的表情好丰富。对啊，他很喜欢这样，他很喜欢这样，超可爱的。你们去看《DD52》啊，他的那个就是表情很丰富，超可爱。他有被那个，他有被那个什么，他有被杨丞琳老师说脸部很可爱什么的。每次看到林依哇，感觉神五步，真的。翻唱也能爆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就可能要问一下我们的老师。红欢迎小晴的笑容100分。对呀，我觉得笑容是一个会，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得很好，就是我觉得说，我觉得那些讨厌，就是不是像很多那些什么键盘手嘛，什么就讨厌什么，就是会去酸那些偶像的那些黑粉啊。我觉得那些人其实应该是受了很多伤害，或者是那种负面情绪很多，所以他们才要需要一个发泄口，所以偶像就成了他们的发泄口，所以他们要好好谢谢偶像，成为了他们的情绪发泄口。我觉得这是这种，因为他可能一直接收那些害怕的然后负能量的，所以他会变成这样，所以我们得原谅他。我觉得他需要好好被教导，他需要被更多笑容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我们这种小天使来去帮助他们，就是要跟他给他们更多快乐，跟他更多温暖，这样他们就会被影响。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会是被影响的，因为我从小就是，我虽然在一个不完美的家庭长大，但我觉得我没有被环境给影响，就是我觉得我不会被环境影响，是因为我吸收的东西都是好的。还好我的阿公阿嬷带我什么都是他们的那个观念啊，还有他们带给我的那个无私的爱，那种给我的温暖让我才这么温暖。不然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如果没有阿公阿嬷的温暖，我可能也是那种很坏的那种女孩，就是啊会厌世的那种，给网路害虫温暖感吧。没有啊，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是可能有些人没救，但也没办法，但有些人还是有救的，就是要不是给希望嘛，就偶尔是如果真的没希望那就算了，那我也不关我的事，这样子我们也不用这么大爱，我们也不是这么厉害多伟大的人，但是能愿意帮一点就是帮一点，我觉得我的心态是这样子。错，欢迎谢谢晚上好。哪需要原谅他们，原谅是上帝做的，我可以送他们去见上帝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我觉得我们人也是需要在这世界上贡献一点，一点哪怕是一点也都好，路上捡个垃圾也是一个贡献，你路上给一个人拥抱那也是一点，反正都是一点， OK 好吗？我们现在要多做善功善意，也不用说一定要多好多厉害，或是一定要一定要是很骄傲说成为大家的什么什么的，我觉得不是这样，就是一点小小的忙也是一个忙，这样子世界才会充满爱。林嘉诚欢迎，因为我以前很多朋友不是，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很需要拥抱，那他就说可以给我个拥抱吗，然后就给他一个拥抱，那好啊就给他。后来看了他们背后辛苦的练习才知道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什么意思啊？有时候也是不够了解，我以前也觉得偶像好像没什么，结果没想到他们练习的样子，所以你觉得哇哦，你连骂人也懒得骂，省点力吃饭比较好。 OK OK， 我是羡慕他们时间多，我很大爱我好棒啊，飞宝宝音乐只想赚小市场，感觉 TV 很封闭的团体。我觉得都有各个的做法啦，一定都会有，我觉得我们公司一定有一个他的营运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封闭啦，我觉得需要慢慢，需要时间去蒸发它，我觉得是这样了，就是慢慢的。毛良欢迎，
呱呱欢迎命，欢迎你，多亏在低潮的时候能见到你们。嗯 ，say yo， 扶老太软骨龙算吗？这样是老套，这样很棒啊，毛良。阿卢欢迎，都是垃圾虫，不要这样子死蟑螂。突然给路人拥抱啊，没有突然。柠檬是显天线宝宝，好像是蛮好的开始。对，本丸，你就我觉得就是你们要做的就是，不是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觉得既然你们喜欢我们，我觉得你们也好好的去观察我们一步一步的进步，不管是我们自己个人，但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觉得说，哦，公司整个营运方式也有进步，这样什么？我觉得你反而一直讲那些不好的，反而就真的那些不好的就会成真。我觉得就不要这样，我觉得宁愿就是看好的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对，一点一点的突破，就是也要相信我们整个团队，这样就是整个公司整个团队这样，你们相信我们，然后你们相信我们个人，然后也要相信我们的背后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话真的是话，把话讲，就是我觉得讲话就是要讲好的，它才会实现。如果一直讲不好的，它就会一直不好。我觉得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真理，感觉就是这样。因为你一直说我身体不舒服，我身体不舒服，结果就真的身体不舒服，心理身体就不舒服了，这样。所以如果一直说啊，我身体很健康，我很开朗，我怎么样啊，那就真的很开朗，很开心，这样。心理治疗法，不知道是不是有管用，但我觉得，对啊，公司营运不容易，大家加油。对，每个工作环境都是很，所以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嘛，很多我们学校都说哦学校很烂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说可是你现在就在读这里啊，干嘛一直觉得烂呢？就是不要被影响嘛，不要一直觉得烂啊，就是你也是学校的一份子，那你也可以做出什么，这样成绩变好让学校怎么样也可以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才艺有什么长线什么的也可以帮忙学校，或者是什么都可以。谢谢掌声鼓励。哎，我今天是在演讲嘛？天哪，我今天讲这么多智障话。贾鲁特欢迎。我目前还没嘴过营运啦，希望有天你们。对，所以我一直逗你笑。对啊，所以你们都会陪伴我，我就觉得很好。我刚刚给了路人拥抱，她是女生，我发现在警局。你在警局了吗，毛良？就跟你说不要乱抱人家吧，干嘛？干嘛一直乱抱人家？超之在即啊！你哭的时候我都有你哭，你哭完我逗你笑，你们真好。只占小区域人口，不，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吧。我觉得这就不讨论，但是我觉得一步一步啦，因为毕竟也还没。虽然这样子是浪费人才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嘛，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他的那个美意，公司还是有他的，唉，我们自己先加油再说吧，先不管公司，先自己加油。对，这么说，跟自己说我不胖我不胖，然后就不胖了，真的很棒。这个也是，我觉得这个也要为你们发声，站在你们那边想一下，没啊，他看起来很需要拥抱，然后你就在鸡汤，那你就在警局了吗？陈都是你啦，鸡汤一下害我讲鸡汤，我最近好需要鸡汤一下，宝贝 say 呀，校园还小区域哦，对啊，校园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了耶，年轻妹妹们，年轻的年轻人都在学校了，我们都去给他们看了。先忙一下挂听好，因为我也差不多要关播了。佩轩晚上好，我差不多要关播了，我要关播，然后我要去卸妆洗脸。
下礼拜是播几号？辛苦了，要往国外以及台湾北中间开活动吧，就要慢慢啦。谢谢本晚的天线宝宝，谢谢新之冠 DJ 旭。就像合照，我要上班，希望有朋友帮我代拍独照，但被隐喻拒绝。没事没事，帮你祈祷一下。哎，我先看我下礼拜是播几点。晚安各位，晚安宝贝们，晚安。下礼拜是10月7号早上8点吗？10月7号 Gavin 欢迎。10月7号礼拜三早上8点，然后10月8号礼拜四早上10点。哎，下礼拜几乎都早上。哎，哦，下礼拜都早上，几乎3天都直。我下礼拜直播3天，三四六，然后都是早上，有2天是10点，然后有1天是8点。OK， 反正早上直播，你们就好好的早上起床看莉莉。耶 ，C 有休假，太棒了。好了，念妆是吧？哎，我最近 OK OK， 好，从第15名开始，15名是北原神推，谢谢北原神推。第14名是阿卢，谢谢阿卢。第13名是陈鱼，谢谢陈鱼。第12名是请多指教，谢谢请多指教。11名是柠檬，变成新疆柠檬，谢谢你。第10名是轩轩，谢谢轩轩。第9名是逸晨，谢谢逸晨。第8名是落日一笑笑，谢谢落日一笑笑。第7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6名是 C 哦，谢谢 C 哦。第5名是玲玲的保护队，谢谢保护队。第4名呢是朱莉安，谢谢朱莉安。第3名是保安，谢谢保安。第2名是柳晨，谢谢柳晨。第1名是今天送我烟火的小动物张荣。谢谢阿里，拜拜。谢谢掌声鼓励，谢谢呱呱的来签到。晚安宝贝们。好了啦，没事没事，不说了，下次见，礼拜三见。晚安安晚安晚安安安晚安安汤姆，晚安君浩，晚安男朋友，你男朋友欢迎，晚安紫蟑螂，柳晨晚安，朱莉恩晚安，柠檬晚安，人好晚安，安露晚安 ，C 晚安，轩轩晚安，逸晨晚安，卡拉晚安，各位晚安，祝好梦，思涵晚安，明晶晚安，奇迹晚安，西兰晚安，猫粮晚安，飞宝晚安，北燕神推晚安，声音都沙哑了啊，晚安，爱你们 ，rap rap 起来。拜拜贵仔，飞宝安，拜拜。